大家好，辣椒炒肉到底是先炒辣椒还是先炒肉，很多人搞不清楚，今天把正确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辣椒一般我们选用这种螺丝椒，因为它皮脆肉嫩，辣度适中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切点姜片和蒜片，一块五花肉切成厚厚的薄片，空锅倒入辣椒，放少许的食盐。这一步第一是为了入点底味，二是更容易熟也更香。一边炒一边给它压一下，炒的辣椒稍微有点软后铲出备用。锅里加少许生油，下入五花肉煸炒，把五花肉炒出油脂，然后放入姜片蒜片继续煸炒，炒香之后下入辣椒，翻炒均匀之后开始调味，加入这个已经调配好的辣椒炒肉调味料，不用再自己搭配了，调味粉和酱汁各放一小袋，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，翻匀炒熟即可出锅装盘。辣椒炒肉这样做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开胃又下饭，做法也简单，喜欢就在家试试吧。